般的 FPS、TPS 游戏，不管是死斗、抢旗还是其他的模式，多半都只让玩家用双脚搏练，在平面的地图上进行对战，玩久了还真是让人感觉少了点新意呢。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受，那就来试试看这款由独立工作室自行在网络上募款，网友们集资推出的 Strike Vector 吧。由 Unreal 3引擎所打造而成的 Strike Vector 是一款结合了高速空战射击与 TPS 玩法，有着崭新概念的对战射击游戏。在本作中，玩家将可以玩到熟悉的 TDM、Domination 等一般射击游戏里常见的对战模式，不过却不是以步兵的形态来对战，而是驾驶着先进的宇宙战机，在超级广大的立体地图间自由飞翔，进行超高速作战。游戏当中准备了机炮、飞弹、电浆射线等多种武器，能够依照战况切换接近 FPS 模式的驾驶舱，能够看清周围的 TPS 不同视点来使用，享受一般游戏玩不到的速度感。若是驾驶技术高超的玩家，更可以使出在建筑物间穿梭、闪子弹的美技，挑战在速度极限厮杀的对战乐趣哦。